斧子的，两斧上线嘛。对，一般德莱文都是两斧上线的，但他这样的话就没斧子了。哎，我没舍得掉伤。把他越了，你小子操！算了，行不行？来兵线了，算了。我让头了，我没 A 的，我肯定让头了。啊，我这个头绝对是让了的啊！就看得出来，我都没平 A 了。我要想 K 这个头，我是能 K 的。但是呢，那打野那下来一趟也不容易呢，给打野个头，应该的，这是应该的。纯女拿了就拿了，跟我没关系啊。哈哈，没事，分女拿头也可以啊。被动续好，被动要点满，用点满去杀。哦，没蓝了。我想他怎么不交 Q？这次呗，就中了。还刚刚还在想他怎么不交 Q， 交 Q 我不会死，没蓝那算了。过去的时间是我的游乐场。那么怎么能在上面？不，这确实是有点意想不到，让你。
哎，他有个小斧子，小那个加速。三个六级，行。啊，他妈六个助攻啊！是优势就行了。还在拉扯，真在拉扯，我得上去顶一下，不然他会搞分女的，得上去稍微顶一下。他如果要追分女的话，他就要被我揍，他不追分女 A 我的话，分女就能走，刚刚是个这么个情况。这个 Q 好难受，妈七个助攻，我操，玩辅助的，给大家表演一把 EZ 辅助。我再吃一个，算了算了算了。他妈连卡两，我连卡两次自己平民。怎么说，蝎子拉拉33个 Q 给他秒了。这么多兵线，我战斗力太差了。Shut down。对呀，这么多兵线，那一级的战斗力肯定很差呀。我妈能 Q 到人，见鬼了，能 Q 到人。惨的德子，很惨的德雷文，南枪来的。他这把德雷文从一级开始辅助死的，然后他自己吃不了线，然后现在一级被干了。啊！坏了，好像不比了。不知道他们自己能不能走啊？我肯定是得走的，那边塔下待不了，只能走。塔下绝对待不了。
啥？没事。33个 Q 把他秒了，33个 Q。好，哎，他好肥呀、啊，他真的，我好穷啊。对呀、啊，这怎么能这么肥呢？本来我叫大招子。未来是可以被重写的。小兵把我的伤害挡了。直接交大，直接交大投降。我不管，不了，放我兜里吧。是吗？我操，还在保，闪现一宝塔一滴血的塔，他只有一点血。还好带了治疗，看一下德拉文的斧子，把 A 不动吧，他扣 A 不动分女，他还在动我，但是他应该 A 不动分女，分女出了个冰心，没蓝的卡特琳，你走到哪去了？没蓝。都被怎么补刀啊、都玩困了这一把，这把是让我真的玩困了，因为没什么对抗性。
比较有对抗性的我应该不会困。100块钱呢就得来文就不行。走吧，我不看你了。对对对，他已经死了。哎，有的救。很亏啊，上塔血量掉的。又升级了11级的装甲，哎呀，辅助的头不是我撩伞 Q， 我 Q 空了一下，伤害打输了。他大招会被沉默吧，我记得。哎，我想，可惜了，他比我出的好。我 Q 再晚丢一点就好了，我压他 W 的起身。我闪就闪，蓝枪也不行。看到吗？又慢又慢，蝎子又慢队友，这又把又慢队友，上次他也慢队友，这次又他又慢队友。不过他也觉得可能我们这边没后续了吧。蝎子来来，你小子！
追着打。